羽绒服能洗衣机洗吗？羽绒服是内充羽绒填料的上衣，外形庞大圆润，羽绒服保暖性较好，多为寒冷地区的人们穿着，也为极地考察人员所常用。羽绒服不可以用洗衣机洗，因为羽绒服是防水面料，机洗会膨胀，有爆炸的可能。羽绒服正确洗涤方法，首先要准备一盆温水，并放入适量的洗衣粉，其次羽绒服浸泡十分钟后开始清洗，脏的地方一定要用软毛刷刷洗即可，然后刷干净就顺着往下挤压方式挤压水分，再用清水先过一遍，之后再清洗第二遍的时候，在水里跌入少许食醋，把羽绒服放在里面浸泡5至10分钟，最后大致搓揉下，再顺着纹路两手对着挤压羽绒服中水分，然后悬挂晾干即可。